你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随便乱答应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们两个现在是在吵架吗？在看什么？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？你要去卖场？嗯。啊，陪你去。不可以。哦，你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哦。不可以就不可以的。来。你这话你真的很莫名其妙，你。周一至周三晚间九点，我家是战国。